今天要讲保养，我们要讲彩妆，我们今天还要再讲穿搭。哦，所以今天是从头到脚，我们都要帮大家呢来进行这一次我们换季的一个流行趋势大揭秘。它的 P A 加那个是几个？四个。它的程度是市面上目前最强的那个程度。然后呢，因为它的质地也非常的清爽，它有加入那个植物性的爽肤粉底，还有吸皮脂的东西，所以也不用怕会腻。对，然后它也可以当成那个妆前乳使用。它上面它的 SPF 是50，对，所以就是乘以10的话是500分钟，它可以延长到8个小时左右。而且它就是里面还有加一个薄荷醇。哦，薄荷醇会比较清凉。对，很清凉，然后香味也很舒服。而且就是除了你们就是喷全身之外，它也可以喷在头发上，让头发有那种自然的淡香，像果冻一样。哦，对，它其实就是很软，很像一个布丁。对，它就很像果冻，添加一些蜂王浆啊，所以它看起来皮肤就会亮。然后它有一些玫瑰精露，还有很多的玻尿酸，所以它保湿成分非常的够。它是慕斯状哦，慕斯状，哇，很特别，就是它是软软的慕斯状，很好推，它延展性很好，就是因为它有樱花叶的萃取液，所以它的颜色会这样自然。那它里面也是很多的保湿的成分，对，因为是嘴巴很容易，对，很容易干，大多上上去之后会开始有一点裂痕或者是脱，对，所以它里面就是有一些成分是让你可以修复你的唇，对，唇纹啊，对，你都可以保护它。刚是用玉子好透光，而且它也可以拿来补妆。哦，补妆啊？对，因为它不会说越补越厚，就是有，因为它一直都是清透的感觉嘛。对，就有点像补水上去啊，所以其实不会有那种很叠在一起的。叠在一起，就像我们刚刚讲的，可能走一走就裂掉。因为像我平常如果工作，然后它腮红是擦粉感的话，就是粉状的质地，就会越补越厚，就是妆就会不够透。然后因为好气色它是有点慕斯的成分，所以它就是会觉得是从你的肌肤就开始散发出来的那个红润感。从今年最流行的纯白色，就白色的上衣，然后你看它一个小细节，就是没有网纱，就是也是今年必备的厚敷。然后还有今年的牛仔裤非常流行，这种破损就是总是会被妈妈说要丢掉那种烂裤，就是今年的流行厚敷，有没有？哎，真的很小心机。腰间这边有厚敷，热带就一定要提到樱花，然后樱花像这种是比较甜美感的樱花，然后像这种水果的那种水彩感的樱花，就是可能比较稍微街头一点点，有个性一点点。